开始。电脑难度选那个难的哦，中高。那达人只是没有，那电脑难度越高，只是运气比较烂。那个人，阿靠！我不要这么接。谁想听啊？来一个好一点的游戏。啊，这个。这是反应不良问题。比反应速度。明明就是他自己感应不良，还告反应慢。嘿嘿嘿，哇，太早按了。哎，拜托比那，哦耶。恭喜你。谁不发芽？哦。我怎么那么丑啊？在终于超过六步，每次两个小时都没超过六步。好吧，紧急，让我画面给调好。啊，没错，现在是甩要急都没差了。你看你随便甩就这么多。我没有随便甩，我撸了很久。六，对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拜托了，不要！哎，我去。跟我换道还好。哦，是我这个我的脚直接，我走那么多步白费了。怎么聊？烂你，这不是等于我下一场要重走？脏话筒。七，你们每个人运气一定都比我好，因为我当然还要重走一次。六，为什么每次我都猜那么准啊？你给我去优抚可以。你看你怎么都没做，你就跑在这么前面了，哇，活该啦！反正哇，可是他要加步数哦，烂哦！待会一对一选他，把他 K 爆，真是啊！要让我拿第一名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身手到底啊。然后我会说让我拿第一名，可因为我现在是最后一名。哇，这个是需要技巧的，但是我们就输。投啦，这个需要什么技巧？走开！好可怕哦！哎，用我用不上去。不，你挡住！想说为什么用不上去？哦，有了有了，可以了。那我一下是会死哦。会。啊，太大力了。我一两下是会死哦。那我一两下，快点。不，送啊！哎，那黄色居然跟我一样。进球！看我居然是黄色的，臭黄色的。那分担也有，刚刚抢我第一名，还把我，还害我再挤到第二名去。怎么样？嗯？啊，你先帮我们开门啊！啊，不行，你劝你不要过，不，你最好不要给我过，不然你过你就给我太狗屎运。他是不是直接到那个？对，他会直接到那个。不可以，就要不要过。啊靠哟！野特。啊！什么水滴？恭喜！恭喜他！是不？你看他，哎，没关系，一开始狗屎运很好的人到最后都很衰。哎，那一开始我很衰的人到最后狗屎运很好，所以现在狗屎运很好吗？谢谢。不一定哦。对，我知道不一定。有时候我是一路衰到底。哇哦！只有这可悲，还要等于我刚才那局完全没有玩了。啊，很舒服。然后甩到六。哦，一对三也是假的、啊。哦、欸、吼。哦，这个就看运气啦。哎、啊。希望可以找到那个分担店。我现在完全可以想象之前你有一次躲在那个白痴，我上次都躲在哪里，超人被抓到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我刚才没有看清楚，刚才跟你讲话，我没有看清楚你们躲在哪里，不是，镜头没有开。哦，找到你了。什么躲那里、啊？快！
干，一定有更多这里。没有。啊 fuck， 那就代表我要一次找到两个人了。啊。在斑马，在那个木马后面，我刚好看到。妈蛋嘞！对，我今天运气都好废啊，所以我代表过大运气比较好一点，希望如此。正面思考。哦屁啊！反正没进没退没差、啊。怎么了？宕机啊！我以为宕机哦。应该是那个电视本身的信号不良，没有差一点用到二。你最好不要给我用到二。啊，大家都让我选，不是，不能都跟你一样让我选关卡。这个，对啊，我刚拿去后面。你去左边那一个，我要去下面那一个，不要跟我抢。那反正也没有人抢得到你，你那么近。对，人家想过来抢，人家叫我抢你啊！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对。我最喜欢吃老方形植物，不是啊？是，这是我的。被电了。叫我滚哦！谢谢。走开！两次都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黄色还蛮强的，不过得说他有点狗屎，不过也不得不承认他蛮强。不要给我到三啊！要用到三也给我。五六。用到三也给我跟那个绿的黄色的黄色。啊？为什么这没进没退？哦，你给我下地狱！下地狱，下地狱，下地狱！反正你该开始狗屎运，你狗屎运应该用光了吧？我觉得你狗屎运应该也用光了吧？下来吧，下来吧。啊！很烂哎。没关系，他这样子。这个不公平。我们要打倒这个万恶的。没关系，他待会要被推回去啊。可能啊，他当然是要想要无影上的话，就很难。对了，一二三四。Nothing happened。别用到二哦，别用到二哦。干死！连你都比我前面一点点都死啊！哎，才第四哦，他已经连第六。啊！不会这个。我也不会这个，好不好？谁都被撞飞。没关系，我会拿第一名的。不是啊。你每次都很帅啊！走开啊！买降下看再撞。哦耶！哎，不错哎。哎，我到了。哭腰哦。哎、我是被撞到地板来的。我知道，我刚有看到。耶、yeah ！我八块。没关系，反正我右边那个绝对比我更丑。我算帅。嗯，九。啊 yes！ 啊！你在演什么？对，原来我会直接就哦。你看啊，我就一路摔到底啊。我还要花时间在那边，哪一开始他就你很亏人，是哦，差一点，很烂哎，没有，他根本不可能，他为什么电脑都这样？他甩掉四的几率很小，因为他一定要三一，不然不可能。对，你这臭家伙，你这个猪脑袋给我宰鸡陪我。然后玩到这个。反正那个让那个黄的吃一点骨头就好了，反正他刚才前面已经经历了，哎，吓死我！好，你就负责去解锁前面那个吧。然后再被打回来。然后他又要下地狱，不是啊？他不会下。我就闪。干嘛？每次都选这种我不会玩游戏，你看我马永远是最可爱的。啊？是。我很可爱的慢慢跑了，你们在急什么啦？我什么事？你看电脑已经用一半了，笨蛋行为啊！哎，为什么我用它不理我？我帮你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你看我现在被第一名了啦，第
生第一名，终身第一名，谢谢。我这种一名一世就被你搞了那么一时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什么？喂，哎，欧耶！你看为什么我马永远都跑最烂啊？你就把有个地方前面一点，然后可以空回去就好了。哎，每次都这样哎，这一句回顾前面六集都是我输。不过我是不确定前面有你有没有玩了、啊，反正就是前面都是我输了、啊。差一点。不过只要不要跟你，哎、欸，一定不会跟你换，只是用那个 N 好了。啊，你现在地狱陪我啦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只有一个甩子弹，我甩到四地狱都在，那就可以直接去。哈哈哈哈哈！上去。来，等地狱陪我。你们是那个 GB 呀、啊？对、欸，他只剩十七步就可以到终点了，好可怕、喔！我要他 GG 哦，他可能要 GG 哦。嘿，刚好。拜拜。拜拜，没甩回去了。嗯。那个石头掉下去就不会砸到我在下面的人，搞不好第一。哦，所以我真水鬼。是是是，哦，差一点。哇，妈妈，为什么不能只有去啊？你还要画我格式？来，拆杯子，我看来一个好一点的游戏。这游戏我就比较会玩。哎，小超感应有点问题耶，我是怎么一闪一闪的、啊？快没电了。不是，是自己打错了位置好不好？不过，哎，我球在哪里了？啊，绝对是这个、啊。不要来给我抢我的这个。哎、欸，好，绿色去。你是不是什么没什么好选就选我？没什么好选。啊，算了，我自己目测好了，是指标很高分。好，结果这次会选错。你不要再选我的，求你，还好。你选我的，我选你的。就那绿色逆转，完蛋了。算了，我觉得这是乱选的。拜托让我赢！你在选我的还是带塞的？耶，我选对了。我选错了。你要跟那个黄色的猜。哦，怎么那么衰啊？抽八块。哦，我的第一名。猜什么小东西？我每终于有赢一次了。我每次跟你选我都输了。可以去横渡前面六级。扔掉了。哦，手上。十哎。离开了，离开了。要是根本让我甩到十，我一定爽死。就两个六，然后再加一个甩，再甩到一个六，十八了。哎、欸、哎，这、欸、把人家甩黄色的，不要甩我。哦耶！看他大概要再，他大概要再经过地狱一次了，完蛋了。那他待会又有可能要下地狱了。然后那黄色一脸关我屁事。你看他跟我一样，都只甩到我，然后他就没法进。哈。啊、你要选箱子，因为刚才没有人选过，我怎么知道选哪边？对啊，如果别人选过就比较容易选。对啊，其实也没差啦，因为没关系。挡。哦，你看这全部里面就有四个，我刚才有看到。哎、欸，什么时候没有？我还以为他会用到一耶。对啊。他用到一，他就要被推回去，快到起点地方，超衰的。我是来测试看看我的有没有问题而已。爸，靠！欧耶！感觉太快滑了。哇，又滑比黄色烂耶！
那绿色怎么可能才跑那么低？没关系，至少我那个两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疯狂的按 A， 疯狂的开始摇，然后就一直犯规，然后就输了。很久哎，重点是你要做一次地狱游戏。对啊。我靠！我现在在全部人最后面，啊六啦。不耶。对，你要一对一的用那个用绿色的。现在最前面是谁啊？绿色的。啊，是吗？你选我好，你选我好。选你干嘛？我选你有铁书的，选你。因为那绿色在地狱里。啊，加油吧！这个你。是按什么啊？二吗？对，按二是摇铃，然后把羊引进他的羊，你的羊圈。咩咩咩。然后把它引进你的羊圈就 OK， 然后十字键就控制方向，对。你直接玩这个小游戏，你都赢了，我跟你讲。巨大头的，对，把他们把他都吸过来，对。啊靠腰，他也是进五个，对，慢慢来，不要一次吸太多个，不然他会跟不上。啊干，去抢他们去抢，然后人去抢他们。哦靠腰，好快点，现在要拼时间了。嘘、啊，平手啊，平手。该死，都要去死吧。然后就叫我，然后你就叫我帮我玩，然后我就帮你玩了。但是我越看着越看不下去，可是就像他没进没退也没什么差别啊，不要甩到幽浮。闻到香香的味道了，你甩到幽浮才好吧？不一定要做甩，你就不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刚才是老比较水，干，没有比较好。哎，对，哦，还好，不然我就要退回起点那边了。你咋那么甩？我有点好奇，我要怎么做出你这张脸？一，觉得太刚好。哦。你隐形了。他不要害我被退回来啊！可能。他踩到四吧，过于感。好可怜，又还可怜。哎，换我选吧，我最后你。玩这个、哦？那你有什么是喜欢的？没有。你到时看，哎，你们不要追走我的小狗，那是我养的。对，那是我养的。我确定那是。狗嘞？哦。那、啊、靠腰，我拍错了。是我养的狗。靠背，不要跑那么快。小狗。为什么会有人专门在拍狗啊？我觉得很好奇啊。哎耶，我已经拍完了，我十张都拍完了，一定是我赢了，该是，应该是啊。我只拍了一张，两张没有。好，一张都没有。我这里有模糊的样子哎，你是看不出来吗？我看不到，没看到吗？哈哈哈！佳琪大师太神了，十张里面中八张，看我多屌。我想拿遥控器丢你哦。跳我十张就马上投降，啊，超级！其他们二三名都没差，反正黄色就是强。这黄色的搞不好会害你退，你要小心。我要经过地狱关头才能。啊，七。这个是。啊，我想要玩那个一堆三啊，那就直接那个。直接前进啊。对啊，不用过地狱。啊，他已经输了啊，那么可怜啊，是而已。啊，他玩一对一了。啊，他会跟黄色的玩啊，他应该。对啊，因为黄色最前面烂，他不跟王家玩。我们就直接跳，我们就直接跳过了。可能。没关系，看吧。没有，我看他会死，我都不知道帮他们死。有没有可不可以帮他按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四个，他们怎么只是按三个啊？黄色那个影，可是我觉得好像十三又十四，我忘记。
哎、欸，还有后面还哎，那、欸、还对吗？每次都喜欢玩这一招。后面还有一个，你看全部人里面就有两个，我好可怕哦。谁呀、啊？我动不带就是不要看。是立刻往前跳哦。没有，天理啊、他们往前跳、啊。被挑战人群一内没有往前跳、啊。八。啊，还有机会。有人说那个上面的数字比这个数字大就有机会。啊，对，你看。该死啊！没关系，找他帮我们开路，这样子我们再经过这里不会那么输。哦、oh, shit。他是摇人的耶、欸！不要用我，不要用我兄弟啊！我觉得我会被用到。干！你要我都过去地狱关头了，我怎么有代赛啊？你可以去用那个一对三，带就是当最后一名。打！哦，你可以用那个四。哎呦！加四。甩四加四等于八。啊，才第九次哦！哦，有这样换红血的吗？还没。有。那个是大的，对不对？选材礼物啦，或者是走迷宫。气死我了！不要，我才不要竞选那些，我会输。大家竞选，我会赢的半。大家要选那第四名会赢的半，干嘛第让第四名选？我之前有一次不小心直接按到 A，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直接按 A， 我以为是按的。好呀，我没有拍到都厉害的，你们都看，我就跟你讲，我没有拍到，反正至少有个比我拍的更乖。哦，哎，他只差十步了，他这次就有过就有可能了。哦，啊，下地狱了，啊没有，哎，死真的。哦，什么？我觉得在那个地狱前面应该要放两个地狱比较好，在那个最后一个地方应该要放两个地狱比较好。你他们在嗨什么？一哪里好？嗨死！那、欸、为什么？哦，没有，就只有最衰要再重扣一次地狱。哎、欸，拜托让我过了，求你了、啊！不要每次都让我过。我、哦、靠！啊，我想玩一对一，把黄色那个赶走。对。哦，哎、欸、靠，他可能直接跟黄色换诶。我觉得他跟我换。靠，我有伤哦。没关系啊。哎、欸，没关系，这样我还可以赶走嘛。哎、欸，那这又不是我选的马，对不对？原来你的用意是什么？选好一点的游戏。哦，这个我啊，反正现在鼠标有问题，现在跟鼠标有问题，游戏都不太会。你看我倒是还在那边闪，我认错，谁在哪里的？套装是我用的吧？哎，我鼠标有问题啦！哎靠！我就说 ，A E D E D， 玩具的声音干！不公平啊！那个零是怎么回事？我还想说哎、欸，我根本都感应不到，烂哎、欸，烂游戏！想要怎样啊？哦，特别不好笑。那个理由就觉得好笑。我靠，脚抽筋。哎，他翻哎。然后刚哎啊，不要闹了啦。挺爆。哎，大妖他最后一瓶放，他可能就赢了。哎，大妖他到最，大妖用连身血让他最后一瓶。可是你觉得那个另外一只会赢他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协助他。协助他？我要怎么协助他？如果再是甩那个树的那个，我就不会玩了。甩什么树？那一个树都会摇的那一个。应该是那个摇。我记得你最不会玩的是那个吗？我还可以用倒退耶。啊，这个啊，你最不会。我可以用到负100给你。不是你最不会玩的那个游戏是那个啊，宝宝那个。不要玩那个了，不要玩这个啦。好
就再不会玩那个摇宝宝那个啦。哎、欸，我刚才什么都哎、欸，这个好爽啊！我刚才什么都没看就直接按下去了。你刚才记得有看米光？先把那个黄色踢掉。对，在所不辞。先踢你。干嘛、啊？踢黄色，先踢黄色的。我就怕我自己又先掉下去。我怕我会直接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把它抓去干干干干嘞！好呀，哦，还好。哭吧，不要踢我。哎、欸，小心点。我掉下去啊！哇！我也掉下去了。红色的下去啊，红色的你。没有，他掉下去。哦，掉下去掉，好、哦、看。还靠绿色加油啊！继续两边掉下去。哦、很烂呐、啊，丑死了。我也觉得他丑。丑的。我也觉得他丑。搞到不要这样，我在画眉毛那个时候遮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玩过世界旅游啊？你想玩那个？我想玩那个。对啊，玩游戏大会。你要那个游戏，那个世界旅游玩一小时哎，太久了。好干。啊，跳过跳过，我们切游戏吧。我不想跟他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讲吧，有些人就是一直都是狗屎，例如这个，你知道吗？从那个他，从头开始都在低。不是，从一开始他就把我调换位置，我就觉得他这次应该会赢。来吧，我要对换游戏，换游戏。为什么是最后一名啊？写我就说我不喜欢玩这个游戏。换一个游戏，那个游戏大会啦。好啊，那好久没玩了。我要写东西，等一下。好，玩到三了，抱歉。没关系啊，玩这个再玩游戏大会，今天有很久时间，目前还没玩到半小时。好呀，我没有这样玩。知道了。看一下我的人。啊。这个是我。不好。嗯。那是换人的吗？嗯。盾反局。哎呦！不要撞我。我拿火箭丢你哦。啊？没了。好的。我没有撞你，好不好？你哪见你看到我撞你？靠腰就是我用的，撞屁呀、啊！你叫我不要撞你，记账是不是一样？哎，靠腰明明就是我撞的，哎。fuck！ 哎，为什么？是我吧？你最后一次啊！只是转一圈。好吧，乖。你别说啊。反正我都是做基础嘛。丢你哦。一啦，爽。你看，全问号好了，因为白色的很难用。这不是白色的吧？就是白色的、啊。是白色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可以选你，大家搞不好跑出那个。你之前不是做过你之前做什么 EDI 的那个啊，建筑啊。哦，不知道会不会跑出来。我要选，一定要选那个好，因为我根本用不了。好爽啊！但要拆别人的屁工哦。算了，没关系，你就选吧。我原本想拆你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拆就完蛋。没关系，先凑成一排没关系。白石，你干嘛？哦，对，他啊靠腰，对，我忘记了。哎，这样他就那个嘞。那个 bingo 了，不是啊，他不是 bingo， 他叫必须。哎，不可以让他抢换人的，不可以让他抢到换人的，不然就是一啊，不然我抢到换人的，我要那个啊，选去，这个我不会玩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就做生等死，好，你就做生等死，我没关系，我不会在乎。在家啊，你不要做生等死再来，我就好了。哎，是那个咖喱呀。我要抢金色，我现在嘴巴苦而已，什么都没说。干你娘！你没有抢，爽啊！哦，装屁啊！哎，八股是哦，八股是按一好不好？你竟然忘记怎么八股？这是我的爽啊！靠屁哦！你现在怎么连撸一个圈都不行啊？你现在几分啊？一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嘛笑那么贱？我不是笑姐。
我是说我抢到这么多个高分数，我就好，我就好自豪了。欸，金，我只要专抢金色就好了。你看一下我现在分数已经领先群雄了啊！走开啦！你干嘛这么抢啊？我就跟你说，我分数很少，还跟我抢。真的觉得很好笑啊！去撞炸弹啊！你看我去撞炸弹呢，反正你还是第二名。哦，好险！嗯，真的太好笑了。为什么动不动就十五啊？我就说我，啊、我就说我很厉害啊。什么？我说我很厉害、啊。换人的，把它拆掉。对，我要拆它。黄色的。就比较。可以换一个白色，没有机会。Beach。我还是可以想象刚才的画面，我多好笑。我现在觉得，现在这枚圣上应该是右左下角。红色的哦，彩色的，啊，抓羽毛，狙狙，不要来乱。那我站，我怎么乱跳、欸？金鸟，我要抓金鸟。你不要来乱，我跟你讲。不要刻意打错，不要来乱。我是我、啊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你看我抓到，你抓到那个，这是我的啦。哎、欸，我要抓金羽毛，我要抓金羽毛。为什么抓不到啊？我抓金羽毛。哎、欸，我指标总算恢复正常了，爽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我的，哪呢？很浓啊！我不用画，我不用动了。你看，我不用，我现在完全不要动。你看，我指标已经不见了。你就完全不要动，看我能拿第几名。已经是我赢了，已经死了。我刚才已经拿二十分了。你看，我最后十一秒就已经没再动了。你在讲？我得十一秒就已经。我拿奖金丢你哦。然后还有选错，哎、欸，其实我选错也没关系，好了，我选黄色。你选黄色就好了。耶、yeah.。Beach， 没关系。不是吧？没有，我赢了啊。22。我觉得那个。No。哈，你刚说你看什么？为什么这是白？我要红色，我要换人。哎，换人。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，真的假的啊？我要选我自己。其实我选我自己。啊，谢。你敢先弄我就完蛋了，不想先打，不准先弄我，你敢先弄你、啊、哦哟那我最后再弄你还不是一样，哈哈哈，哎选他有没有射到都、就是妈妈妈的王八蛋，啦啦啦啦德玛西亚，不准射我，我不会射你，你知道还有些被射，大家好吃，哎我来你吧，我先去杀前面的去，我现在几次都没有杀你、欸，好了，我已经好几次都没有杀你，这就叫什么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螳螂的脑残。螳螂脑残，黄雀在后，我这样子吧。当然要选换人的，我不猜别人的。你要想猜你的。啊！还想猜紫色的，都可以。你可以选我啊。啊，是你啊？对啊，对我啊，你没有觉得这里很像我吗？没有。再看清楚一点。你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看。哎呦，不错嘛，哈哈。嗯。我黄色的。我黄色的。你黄色干嘛、欸那？那我蓝色好了，我蓝色好了。啊靠北！这个最不会玩的。你可以去回顾前五集，通常都是我拿第一名，因为这个不需要指标，没关系。Beach， 玩这个游戏要靠巧劲，不是蛮力，速度，闭嘴啊！速度，干！你要知道我刚才在跟你讲话的，我要猜你的队伍。我想继续看的问号是不是我要的？算了，你最好拿蓝色的，因为他选黄色的。你想选黄色的？不要选黄色。哦哟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我 B， 他把黄色选走有差吗？不要啊！
啊？妈的，我不要你啊！你丢到垃圾桶啊？哦。哇靠！谢。白色的。我是最完毕的。你很大就拿不到加分。好啊，乔队长给你好了。反正你这么好心。不要。怎么让给我啊？对了，要是我第一名的话就。对，就不要让哦，因为这样子掉就赢。如果我第二名的话，就让。嗯。要倒数，要倒数的。倒数。放了，干，靠腰、哦。啊，烂哦！那上面这个几乎是我破的，那样子。我有一种会倒数的感觉。有一种你会赢我的感觉，我有一种电脑会赢我的感觉。对嘛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超过了100。你看你能不能破我最高纪录？哪有？在网上人家最高纪录都200多，好屌哦！你最好给我甩小一点。啊嘘！看，你看，人家都可以赢我，完蛋了，我就要当最后一名了。先把这条色选走，不然绿色要赢。你最好给我选到副决赛。哇哇哇哇！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找到我刚刚认真玩的线。他的脸好像那个，不是沙皮狗的脸哦。你长得大便，他脸长得像大便。对啊，目前没有什么重要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干那个人是谁？第二个是谁？第二个是绿色的。黄色的，黄色的，第二个黄色，他缺什么？他缺有紫色的。哦，我有黄色。好。你可能这样，你就要去拿到那个额外奖金哦。第十，怎么都好好选啊？靠腰，没有用，这是靠奖牌的。还想说，啊，没关系。只是这个可以选吗？指标怪怪，指标怪怪的又来了。我有换人的哎。可是没有一个可以换蓝色盖。靠腰，这时候又给我来这个，完蛋，你又要输了。为什么每次都叫一名啊？烂游戏，你自己看回去，前五、前四集都是我输。碰我赢一次嘛？可是你没有加那个额外分数，所以你还搞不好直接半赢我。我猜，你要就要猜谁的呢？当然猜那个三的、啊，让他没有必须。谁这个？对啊，这两个必须了。没有，先猜那个紫色的啊，这样他就没有那个折扣，因为他没有一排、啊。这个也是紫色的、啊。没有，如果他有一排啊，如果他你把那个拆掉，他就不会一排啦、啊。他如果没有一排，他就没有。他也没有一排。他就一排都没有啊，所以他就不会讲。猜哦，我觉得猜绿色的，随便你啊，听都可以。对啊，都可以，你要按错就好。有一次我就按错，你忘了。然后结果我赢了。对啊，我们按那个换的，就换到一个不要的。不错啊，你这样还是。对啊，这样就额外分数。为什么会有额外分数？因为必取。我先必取啊，我第一个必取啊。那他第二个是还有的，你看你把那个拆掉，他一分都没有。这边太挤。好，这是牌子送大家，我要白色的。啊，算了，我不要白色的，我要那个。我要红色的。我要红色的。好一个，好一个聚光，好一个聚光灯。这聚光灯已经都是每次都是你。没有。我要挤你。通常不要动是最好的。有些人就是狗屎运好了。这是什么问题啊？太过分了。真是好过分啊！这个给我一个，去死死吧你！你走开，我把你挤到一边去。干脆就打下水。
刚刚在我身上爽啊！我来管。我。他屁股好像脏了。你说我屁股脏了？先下暴雨了。没事。还好，妈刚才在雨伞前面。超大的，总比上礼拜大，好不好？对，没有比上礼拜大，好不好？等下我们总是要取下一个话题。忘记上礼拜我们还跑去扫墓，拜托，干！去你妈逼嘞！没关系，让他赢场嘛，反正他离婚。不要。如果他是你的话，我就会揍你。你只能选那个啊，我没有用，送我算了。你就把他丢去垃圾桶。没有，他感觉好可怜，没什么害。有啊，好，你说。你有啊，不错。那切菜我最不会了。最好是每次我们都赢。那最好啊，没有切洋葱就好了，切洋葱我输。速度，你看，又来了。什么速度？速度，跟你讲嘛，每次都这样，我遥控器有问题啊，那游戏。我靠哟，就是啊，大家没有起来速度，他有白痴，他还得了啊？啊，瞧，麻蛋，我要选那个，靠哟。那我选紫色，你敢给我选掉紫色就完蛋了。没有，现在换我选。有指标哦。这是一，不是。OK。反正我就赢，这场应该会赢。我要，乔治就换我算了。这个太，我最可怜哎，我还没毕业。我还没毕业。哦哟，为什么这个啦？你说是你第一个死的、啊，那是第一个死吧？速度，那就被撞下去了。嗯，那这个是比那技巧。哎呀，吓死我！用脚直接干，烂游戏。然后从到底先掉下去。哎，差一点。啊，差一点的。啊，都快去死啊！不错。你进攻，你杀了一个人，为什么？熬夜。哪有？你最后一名，因为你先掉下去。要是再有重生，我们一定要。那对我就只能选最烂的了。Fuck。那也不行。没关系，给我那个。先让我避吧。不对啊，可是你那个白色不好用啊，你那白色。就在想到怎么办啊？先避再说。应该是先小避。Beach。换整牌的，我非常需要换整牌。我也需要换整牌的，走后面那牌全部换一换。对，问号给我。惊喜 surprise。哈哈哈哈哈！好烂。surprise 好烂。这次换人就给我，换人就给我，好了，给你。如果变鬼界先抓你，你在讲，我都说给你，你还先抓我，我这怎么那么丑啊？我丑鬼哦！先装电脑去死算了。滚啊！你们带在哎，靠腰盖，看。好了，到底谁要先？没有，干嘛靠？老要往我这边，妈的！对，先让电脑被抓了，至少电脑都死又被插，我要靠近电脑。妈的，我怎么先死？没关系，我先抓你，先抓这个电脑，先抓电脑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我抓电脑。好，不是我抓的哦，是你旁边那个，不是我抓，你自己看。你看是你旁边那个抓的。我哪一次都没有讲什么了。那这样子，他就先选换人对吧？没有靠，你。啊好啊，猜那个啦。那我选啊。你猜这个白色的。他有币耶，应该猜他吧。他有币吧，我随便拿。币都来换他哎。对啊，好啊。可是你在这里，你在这里啊，有他吗？
哎、欸，那是我正常就一点分钟比较好，没关系。好了，下场让你下场让你，如果我排先让你说，没有下场、啊，没有下场啊！这第三，这已经哇，最后一局了。你是不是以为这还有下一局？这五局吗？没有，不是我打三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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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换什么？魔神。游戏大会吗？啊，一定要玩游戏大会吗？不然玩什么？游戏大会啦。这个，啊这个。我想玩一对一。不要。玩一对一什么啊？写书啊。不一定，你玩一对一不一定写书。你至少不会输了。有些游戏我不会输，有些游戏我一定会输。像那个奇怪的车子，它那个抓鱼。你奇怪车子，哎，拳击啊！对啊，放你自己。如果打拳击，我就先打你，免得你不行。对，叫擒贼先擒王，不然你打你先打我。哎，上次明明就是你自己掉下去的。看，就是你。好，快点，快点选啊！选我的啊 ，bitch！ 我有预感，这个是我。哎，指标。哎，对，我要选这个啊，干！对，那我这样子的。哦，谢谢。大家我们两个都知道了哦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好屌哦。屁呀、啊，有这种的。耶！我就知道有预感，爽啊 ！Good game， 好游戏。哈哈，开口。只有你才是好游戏。我就知道怎么这么屌啊！叫我强运鬼，叫我强运。啊，就是这个。那这个不要玩了。你到底有多想要？我都不太想要啊。因为每个都会输啊。哦，错了。不是，一定是我的。给我上来，佳琪客运保证真人明星，爽啊！我抢你的。走开！不是我动不了。你就知道我去收你了。哦。啊！对嘞，算好，不要动了，爽，酷吧？你是你，好游戏，跳不掉。平手也是算我的，闭嘴。再说是好游戏，再见啦。再说好游戏。好，哎、欸，姚宝宝，我也有宝宝啊，这个输，这可能平手哎。对，这个每次我们两个不是你输就是我输，应该是都是你就手，几乎都平手。干嘛笑？笑死我的毛！我要害你，我怎么害你啊？哎、欸，要是可以害林俊浩，干、欸！我很凄惨的叫了一声。哎、欸，没感应到、哦。你比电脑还烂哎。我有摇啊，我也有摇啊，感应不到哦，操！我到底说什么了？你觉得？啊，惨的要完蛋了！用这个被碾过去，你知道吗？用这个直接跳进空中，超爽！你看，救命啊！好游戏！我被剃光头了。对啊，你要被我五连杀了。来看看我们查密斯选手太精彩了 ，Pentakill 五连杀。哎、欸，我看能不能，哎、欸，我看能不能连续五场都我压选得到。你滚远一点，你要打到我，我指标不见了啦！哎、欸，来，有我看到你的指标，给你看一下。你看你在闪，都是你害的。自己没在搞什么事。我就在那边咬你们就好了，干！干你老师！哎、欸，这是我的吧？
我靠，这是我的吧？哎呦，你害我五连杀破碎了啦！我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谁脸怎么那么丑啊？没关系，我就阻断你们那人不能用，不吧？抢不到谁不准。哎，这是我的，哎嘿嘿，我就知道。我手有点酸，小心。我至少要听见老高。我就说嘛，哎，我刚才你在。他现在没被剃光头。气死我！你喊剃你光头。切。气死我了。切。气死我了。切。烂游戏。切。烂游戏。切。烂游戏。哎，这个可以自己选吧。哎，我要玩这个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啊，哎呦，真麻烦。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每次都赢呢。我哪有啊？你看我马永远都最可爱的。好可爱哦！我帮你。不行不行啊！你看难道是赢的？哎，为什么你一直是偷赢？都是你害的啦！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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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肥哦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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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个不要碰碰车，碰碰车，还没不要自己来，没做完那个游戏。我怎么听着你说好像每个游戏都输一样？对啊，你知道每次跟你玩都输吗？看我只能不去。哈哈哈！靠背，我被选错了。我选错，我没想选你。送啊！送速度速度速度，加油加油！我还是没看清楚我到底是第几个。哎呦，看都看不清楚啊！三个都选这里好了。我怎么觉得他会这样做？那一定会有个人对啊。哈哈哈！是姐姐我啦，佳琪我。哇操！我没看清。我操！哪一个？这边。哎，鼠标不对，鼠标不对啊！哎，啊 ，bitch， 就是你。没有听牌了。重听啊，听。好厉害哦！哇哦！拼脸的，你是玩这个东西？我会打你的。你打我，我就打你。为什么？对，你们有手机？金元桃，哎、欸，金元桃。现在你们真是，我要成精了。哈哈哈！这是我的，哈哈，打你。这也是我的，全部都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。哇塞，二十八分，你太屌了。好游戏，好好玩。我刚开始之中就打人。Game over, OK。累死我。我热了。累死我。